小主委哈，还有高理事长，还有来自叫做高雄嘛哈，兰州府啊，兰州府刚刚叫做拉鲁瓦族，我有听到吴理事长啊，吴理事长大家一起来到台南啊，非常欢迎你们啊。那这个我第一次穿这么帅气的这个服装，有点像西部牛仔，有点像西部的牛仔，我觉得非常漂亮。我个子是不够高了，如果让我高一点，腿再长一点，应该会更帅。这服装真的很棒，这服装真的很棒。另外恭喜你们哈，已经要证明了，还能证明了。即便证明以后也可以常来啊，可以常来。原因是很简单的哈，因为台安平以前就是周主的生活的地方，他们跟我讲说，周主的意思就是椅子的意思，是坐在椅子上看安平台，或者是有另外一个是叫做赤坎社，就是也有一个赤坎社的社的意义在里面的，那今天你们成为国家，六月份就要成为国家正式的这个族原住民族，哇，这个是大喜事啊，大喜事。那我们台南市还有两位议员都很支持的，就是希拉雅，希拉雅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证明，我一直认为说每一族的文化都要尊重啊，尊重每一个族他们的文化，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啊，政府要去尊重人家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那你们刚刚来祈福啊，我刚内心在想什么，知道吗？借由你们的祈福啊，能够我们现在台南缺水，那能不能你们边在祈福，我就边在想，就是说，感谢这个拜托主灵吧，这个请主灵保佑，能够天降甘霖，让我们台南市啊水库的水啊能够够了，能够够。然后当水够的时候呢，又不能太多呢，因为五月份以后又雨季又来了，刚刚好就好了哈，风调雨顺哈，不要台风来那么多哈，就是够够好，刚刚好就好了哈。那这个所有的活动是3月29号，会有一个周族日，因为周族日在台南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从过去许天才市长开始，有一个周族公园，然后周族日，然后有祭典。就是对，一方面是对周族的纪念，当初曾经在安平生活过这段日子这个族群的纪念，另外也是对原住民文化的整体的这个尊重。那在那个地方晚上我也经历过很多次原住民的朋友来表演，那是非常棒的那是非常棒的。然后这个下面那个叫做 QQ主案啊，的不主案啊，就是刚刚有讲的哈，河川汇流的意思嘛哈，这个意义很大了。那我们希望哈，原住民的朋友在3月29号，欢迎你们能够来到台南然后参与这个活动，让我们快乐的聚在一起谢谢大家，谢谢。
全部住处。kana para na kani tamukia re na tamukia re tosmana kana takuya ra na ni mucho chakri tumar gile bona tosmana am kana mabasa wa masa satu ra misau mi pasaru pung kan eta ya ra na tosmana kana kani kana takmia ra na ni mi angat ya ra ni mi pasaru pung kan kana matu taisina kana buras na misau kana mabasa wa takmia misau kana pakta suman kana kana kat masa na kan ni tata kana tasar na tasar ro ho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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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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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mira选的祈福卡是风雨风雨神，能够保佑我们台南市年年风调雨顺，远离天灾。秀才理事长选的是平安神，保佑我们台南市人做任何事都能够相安无事。我们的主委所选的是守护神，能够守护我们台南市族人化险为夷。那古牧议员所选的是健康神，能够保佑我们台南市人，也保佑我们的古牧议员身体健康强壮。啊，我们预知议员所选的是苹果织品传达碗，也会使用自然素材制作风笛，作为长距离的传声工具。那今天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风笛赠送给市长。那在这个信息里面甩出的风笛声音代表五天后三月的，要有声音，要有声音，好甩三年哦，你要小心会甩到你自己的，再一次，再一次，好，不容易啊，场地的限制啊，没关系，那一天周主任，